经历有不同的事，有时候只是张开口说，只是张开嘴说，对啊，有时候可以张开口带过来，一带过来本身大，一带过来工作一点，就是跟身上轻轻的走，轻轻的走，对，尽量走的感觉就，就是不要肢体啊，好吧，上手，然后我们来轻轻的手肘，一手肘要分清。手肘向前，手肘，轻重。他是两个，他是走向都太快了。对，对啊，是不是的？我们看，头没有到。哎，你你，董事长，让我想先说，哦，是对啊。对啊，他是他，味道不像，标准练到，味道不像。啊，你怎么就是这个？对啊，就不是吧。先肘，肘一打，手一打，耳，耳压，对。现在